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所示啊，这个呢 BD 啊哈是等于四分之一 AB， 啊等于呢五分之一呢 CD， 而且哈一的话呢是 AB 的中点，就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。然后呢 F 哈是 CD 的中点，哦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。然后其中 EF 呢是14公分的、啊。那他现在哈、哦、要你求什么呢？要你求 AB 跟 CD。好，那我现在哈、哦、就假设呢 DB 哈、哦、是这个X 啊，哦 DB 是等于 X， 然后的话呢 ED 呢是等于 Y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求 AB 跟 CD， 那我现在就立方程式啊。首先呢、哦，这是 X 是 Y 嘛，但是整段是14。所以这一段是多少呢？这一段是14哈，减掉 x 加 y， 然后呢 ，ab 哈是等于两倍，因为这是中点嘛，两倍的 x 加 y， 就是说，这个，现在我们看哈，这个 ab 啊 ，ab 是等于多少呢 ？ab 是等于那个 4x 啊，因为我令 bd 是等于 x 嘛。AB 等于 4X， 然后 AB 呢是等于两倍的 EB， 两倍的等于两倍的 X 加 Y， 然后再来这个 CD 啊 ，CD 呢是等于5倍的 X， 然后 CD 等于多少 ？CD 哈是等于 X 哈，就是两倍的呢，两倍的这一段加这一段嘛，两倍的 DF 了。两倍的 x 加上14减掉 x 加 y， 好，那这样我们就解 sy 解出来以后带进去就是答案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2消掉啊 ，2x， 那我把 x 移过去的话，就得到 x 等于 y， 然后这个式子的话哈。这是多少呢？这个是 x 消掉啊，然后这是 5x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，28了哈，啊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2y， 那我现在把 y 代成 x 嘛，这是等于 2x， 移过去就得到哈，7x 等于28。哦，七是二十八 ，x 等于4，那 x 等于4以后，那 y 等于多少啊 ？y 也等于4，哦，因为 x 等于 y 嘛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呢 ，ab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4 x 嘛 ，ab 等于4 x， 4乘以4就等于16了。那 cd 呢等于5 x。5乘以4 ，5 是20，所以 AB 等于16 ，CD 等于20。